新希望华人癌症关怀基金会第三届年会主题是闪耀新希望，主讲人是香港知名的肿瘤外科医师邝矮慧，也邀请到民歌歌手王心莲带来演唱，有癌友家属以及义工团队共400人参与。基金会希望借由年会连结社区的力量，持续提供更多更完善的服务。在库比蒂诺市迪安萨社区学院活动中心举行的新希望华人炎症关怀基金会第三届感恩年会，由理事梁栋仁与沈荣负责主持。一开始由加州打击乐团进行精彩的打击乐表演。前金韵奖得主、知名民歌手王心莲，除了演唱多首脍炙人口的民歌，更分享他陪伴家人抗炎，从局外人到一家人的心情转折。资深义工林文昭也分享了炎症的真面目与感动人心的炎友故事。业余声乐家邵优则带来了《马伊拉变奏曲》等多首动听歌剧，优美嗓音让所有人陶醉。获聘为史丹福大学医学院肿瘤科客座副教授的香港知名肿瘤外科医师邝矮慧，也在戴荣涛会长邀请下，以华人女性大不同，从一位肿瘤外科医师的观点来谈华人女性的特殊性为题进行演讲，分享自己在医界的经验。这个组织呢，关怀了很多癌友，那么最让我感动的是，我们湾区有很多善心的人士，有钱捐钱，有力出力，最主要是我从来不知道癌友是什么样的心境，但因为参加了以后有许多的感动，这种感动是鼓励了我应该更多的时间来做义工。新希望华人炎症关怀基金会积极为炎友提供全面性的服务，今年以闪耀新希望为主题，希望借由年会连结社区力量与希望，持续提供更多更完善的服务。台湾红卫视黄本初、美国圣何西采访报道。